就是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，然后呢，收到压岁钱好好交给父母，然后祝他们快乐成长，好嘞，哎，交给父母是认真的吗？王源同学，祝所有小朋友们，学习进步，然后在学校听话，对，对爸妈要孝顺。红包也要交给爸妈，红包可以自己收。哈哈哈哈，不一样的策略，千玺。